没想到苏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身材也挺好。王总，您真是说笑了。咱们呢，还是先聊聊这个供货合同的问题。合同好说，先喝酒，气氛到了，什么都好说。王总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爸爸，你喊我什么？爸爸，爸爸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真的？王总。你看我们这酒也喝完了，合同是不是该签了？不着急，开个房间慢慢的。王八蛋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拿着你的合同滚蛋。你在我这里下手？当然是让你舒服的东西。你分开，分开。妍妍，来，快来快来。来，快来快来。小兰，如果没有苏兆林，我就可以和南方在一起，你也可以和桂兰在一起，我们都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幸福，不是吗？只要他消失，只要他消失。只要他消失，只要他消失，我们都会好过的。小雅，你哥哥为了苏少言，居然威胁要停掉我们的信用卡。对不起，小雅，咱们两个是没可能。要是没有苏少言这个女人就好了。苏少言，你去死吧。那件事是小雅不好，如果你要追究的话，我绝对支持你。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很危险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5年前我已经错过一次了，我不想再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危险。可你不是已经和张天威你们俩？我跟他是清白的，我这辈子只爱一个女人。他的名字就叫做苏小言。到了，你自己进去吧。你不进去？不去了，我对这儿的印象实在不算好。
门，你放开，放开，干嘛呀？你放我下来。俗气，妍妍，我后来才知道，薰衣草的花语是等你爱我。对不起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妍妍，我想一直都这样对你。睡一会儿，大懒猪，快起来！你说好的要带我去游乐园，爸爸都把早餐都给做好了。哦，好吧。